带侧向功能的单兵式侦测设备，具备对无人机、无人车等通过无线电进行通信的无线电目标进行探测和侧向的功能。该设备体积小巧，操作简单，当侦测到信号时，探测设备可通过声光方式告警，提示执勤人员迅速采取措施。通过快速切换侧向天线，可对探测到的目标进行侧向。设备侦测距离远，开阔环境下对部分机型的侧向半径可达5公里。设备采用无源侦测方式，不发射电磁信号，通过被动接收无线电信号，根据信号的强度确定其无线电目标方位。在复杂的城市电磁环境中，依然可灵敏准确地对依靠无线电信号进行通信的无线电目标进行侦测测向。该设备可探测机型多，虚警率低，小巧便携。该设备适用于重大活动、重要会议、首长出行、园区巡检、边境巡防等场景下的无人机防控。